今天给大家用这个普通的这个白纸画一下，先用白色、黄色过渡，黄绿色加一点，然后中间画一条大马路，天地之间隔开，推力加棕色，画出地面，笔触的走向很重要。然后在旁边竖了两棵大树，笔触像刀似的这样竖着画，这样的水性颜料吧，用这样的水粉纸了，或者是卡纸了、白纸了、打印纸都可以。我现在用的这个复印纸的话，它是非常薄，但是吸水能力比较好，水性颜料它干的比较快一些。然后路远处加点点缀的东西，后边小房子了，你给它稍微刻画一下，然后再加上路边的小草、小树，拍出地面上的小花、小草，一笔拉出这个大树来，加上树枝、树干。里边的笔主要就是排笔、扇形笔和勾线笔，